点免费的赞，把 UP 主养得又白又胖。Will you look at this place? 没牌面，这小子开局没技能，真没牌面吧？别人开局都可以直接触发技能的，把这榜逼了先再说，把这榜逼了再去追上面那个人啊。你这小子，先让我看看你带的是什么东西吧。不追了，就追那个昆汀。哎，你在博弈自己吗，小伙子？绝活哥，请叫我绝活哥。先杀昆汀有什么要求吗？必须得先杀吗？嗯，必须的吗？打石头上了。哎，这波，哦，这波我好像有超长蓄力刀来的。怎么还有个板啊？总得你吃亏吧。哎，短了一点，好亏啊。哦哦，我刚自己说的先拿昆汀，对不起啊。Sorry，是我自己说的。马开了。呜呼！我鞋子呢？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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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Nice， 超值心经。我的舒服啊，我的舒服了。再杀昆汀。你小子在这儿呢，等那边亮了之后这台死锁。死锁了他们就补不了了。What the fuck？ 妈的，还吸墙上去了。嗯，挂机，炸板，蹲着蹲着蹲着。整个他现在挂了没挂了我都忘了。What the fuck? OK。 好像是又炸了一下天灾。你在这儿。嗯，你躲啥呢你？
压迫一下。哎，这波为什么一直压右键？是因为我不压右键，他可能会走窗户啊。多压一压右键的话，把距离蹭上之后，再让他无法接近这个板区之前，把他拿下。我拿下，直接拿下。工厂的电机被强开了。假装右键啊，这里。超长蓄力斩！我操，他喝醉了吗？插个刀要插这么久？走一下，走一下。开技能啊，往回头看一下，踢脚轻轻。这吉亚得动吧，吉亚，你真得动吧，吉亚动了。完了，插刀时间怎么这么久？二级了，哦，谢谢你二级了啊。开技能啊，这里开技能，找一下汪涵的位置。汪涵呢？不用着陆，汪涵在这。技能结束之前摁右键。我日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啊，直接拉走了。这里开技能往这走啊，因为这边绝对是有人的。哦，没有啊，这边有很多的划痕啊，很多很多。刚好卡极限距离右键啊，右键。拿下！拿下！哇，这个好暴力啊，这个好血腥。这个不打码真的传不了 B 站吧，这。这边角落看到一个小包包，要再开技能，这个时候直接开启我们的右键。接着给他拿下。这人怎么又能处了？接个电机，然后开技能接着吓人。这楼上有两个人啊。这个人没挂过，这德怀特好像也二挂了。啊，这俩都不能挂。嗯，好的，那没办法了。Let's go, Tiff. 没有了。
当